龟兔赛跑。从前从前有一天，有一个兔子，它全世界跑最快的；有一只乌龟，它全世界跑最慢的；有一只，那一只兔子跟乌龟说：“我们来比赛吧。”兔子跑跑跑跑很快，乌龟很慢的跑。兔子看到乌龟还那么慢，所以它在睡觉。可是睡觉起来还是没有看到它，可是它吃了一个大萝卜，吃完个大萝卜又想睡了。乌龟看到它还在睡觉，慢慢地走过去。兔子起来的时候，看到乌龟已经快要爬到终点了。兔子很着急，可是兔子因为来不及了，所以乌龟得了第一名。兔子跟乌龟说：“我不应该嘲笑你的。”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结束。